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，2月25日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，双方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。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立场，要摒弃冷战思维。 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，通过谈判形成均衡、有效、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。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各方一道，倡导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。